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三节，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当时在我研究关于很多学习不同各具一方这些真理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有这样的现象了，就是原来他们个个都是在他们出生的时候，我讲出生的时候，即意思他们还未是牧师，又介乎呢就来出名要变成牧师之前呢，他们呢是很薄命看圣经，而他有一些经文是特别喜欢的，而就是那些他特别喜欢的经文去引发他特别医到某些病。就好像举个例，他就出生的时候他遇到很多都是聋的，咁然后因为咁而睇好多嘅经文啊、研读啊，关于点样医治聋嘅。于是乎咧，佢出生之后佢医到聋，但之后咧佢可唔可以医埋盲咧？唔得嘅，佢可唔可以医埋 cancer 咧？唔得嘅，佢可唔可以医其他病咧？唔得嘅，佢最主要医聋嘅啫。嗱，呢个现象其实唔系净系单单咧系喺牧师身上嘅，其实所有嗰啲嘅作歌仔啊、唱歌仔嘅嗰啲咧，全部都系咁嘅。佢哋出嚟嘅时候咧，就会系。在他们有生之年会有几只呢、即是 making melody in my heart， 即在我的心里面心灵当中会制造一些 melody 出来，他们就将那几只歌写出来就成了名了，但是就是那几只歌而已。到他呢讲的七老八十啊，五六十岁的时候都不会再有那种级数的歌，他们又重复又重复买那些歌，翻唱又翻唱，翻篇又翻篇，跟着呢作新的新歌呢都一般的。而甚至有少少仲系翻抄翻以前自己嗰啲旧歌嗰啲嘅嗰个 style 咁样嘅作翻出嚟嘅，所以变咗咧呢个属灵喺恩赐上边咧，净系掂一掂个开头，攞咗少少甜豆咧就停咧，系典型成个基督教嘅现象。所以基督教先仔无论喺恩赐啊、神迹奇事啊，或者系喺各类嘅智慧啊，佢冇办法系追得上世界嘅。而事实上亦是后来到一个阶段，他们多数都会效法这个世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淫妇。就原来不是说这个群体不接触神，他许配了给神，但是开了开头之后，他们跟着结局直至他们人生终结，他们都是将自己所有东西去卖了给世界。而换取什么？换取就是圣经在启示录讲这个淫妇有的现象。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咁讲嘛，佢话有一位大力嘅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被扔下去，佢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嘅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嘅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这里是讲这个大淫妇有这个特征，但留意他讲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为什么会讲这个淫妇和新郎新妇的关系呢？原因就是他本来许配了给神，他本来是辛苦他等着新郎的声音的。而变成为什么灯光会熄灭呢？一本身他就是灯台嘛，他就是神所命定的金灯台，但问题他会怎样啊？会熄灭。这里讲他们作恶啦、弹琴啦、吹笛啦、吹号的声音会终止嘛。这个就是你会看到典型的基督教当中最巴兰，可以说最堕落的，就是拿些歌出来卖钱啦，去收版税咯。所以你会看到典型在当年里面真的和传播研究的时候发现就是这个现象了。为什么作曲的一样有世界作曲的人的病态呢？又或者讲道的一样有世界的这些做讲座或者做教授的人的病态呢？就是他们好像是跟神断绝了一样的。他们会有一个很精警的领袖是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出现的。无论那个很精警的领袖是来自歌曲啦，可能几只劲歌咁样啦，十只八只咁啦，又或者几个劲的真理题目，但是呢一出到嚟呢成名咗之后呢就即刻枯干，係直成快快都冇咁快嘅。只不过有啲懂得 marketing 呢就可以拎佢自己嘅讲道呢可以卖得十年廿载，就好似Top Benny 咁，可以将佢啲讲道啊，将佢啲恩膏啊，将佢啲恩赐啊可以卖到十年八载，但係跟住就收工㗎啦。
佢唔单止去教导无以为继，佢直情系冇属灵嘅能力去 keep 住佢咧，去过一个圣洁生活啊！直情系咁噶。咁但系问题，当我同阿全威一路研究嘅时候咧，我发觉就系、是，咦，其实佢哋每一个嘅恩赐，我哋都可以有办法咧，知道佢其实系经历咗啲乜嘢。原来佢哋每一个都喺生命当中咧，同神兑换咗一啲嘢喺呢个祭坛上面。喺佢哋出生嘅时候咧，佢为着人哋嘅设想啊，亦愿意摆时间去研究真理啊，而导致嘅。咁所以变咗我同阿全威去研究嘅时候，发现啊，研究真理系我专长啦，我日以继夜可以喺度研究，冇问题。而比代价嘅话就更加易啦，因为如果我哋根本一早已经将我哋嘅生命付上，当作活祭摆上嘅话咧，咁正如原来我哋只系剩翻就系咩咧？剩翻两样嘢嘅啫，就系、是、去揾到嗰啲应许，然后執行啲应许当中咧去挪去晒所有瑕疵。第二咧就系、是、实习去執行，重要咧系撒种，因为如果只系锻炼嘅话咧，我哋会有断 percent 计嘅增长啦。但系如果我哋系撒种嘅话咧，我哋有30倍、60倍、100倍嘅增长啊嘛。如此类推咧，咁我哋接触嘅所有呢啲嘅层面咧，无论佢哋讲嘅真理咧，或者佢哋所经历嘅嘢咧，我哋都可以经历，我哋都可以学习啊！即系无论嗰个系关于医治嘅咁样，同埋呢个讲紧系倾听神嘅声音嘅，好多时喺讲紧喺20年前啊，全世界咧基本上医治同埋倾听神嘅声音系好分开嘅，即系话可以话直成系两边嘅势力嚟嘅喺灵恩里面。即等于 Kenny Hagin 是讲医治 Paul King 是讲倾听神的声音，但 Paul King 医不到人，医不到自己添嘅。Bob Jones 都是嘅，他只不过偶然会有些神迹咧，会有些人得医治，但系佢唔会有所谓叫成个医治聚会，不会咁样嘅。但 Kenny Hagin 咧就不会 call 到位嘅，佢由头成个聚会都是医行嘅啫，为人祈祷嘅啫，好像 All Robert 啊咁样，好少咧系喺呢啲嘅派别当中咧冒出一啲人咧两者兼得嘅。就好似 Kevin Coleman 咧，同埋 Benny Hinn 咧，呢啲系简直系凤毛麟角嘅。所以当 Kevin Coleman 死咗之后咧，全世界基督教都反问翻，仲有边一个系可以做得翻佢做嘅嘢？启示录第19章第3节，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嘅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感谢永活透着些拯救，让我活失得自身方向。生命再没叹息，每天歌唱，愿我衷心献奉，弹前方向。将心变情弹上，将一生摆上，将心智力量尽意倾上，决意为神倾真心真意，人生如乐章。将显我神形象斗志最坚强，不管有乏力疲累受伤，都成全上帝旨意，持守真理方向。将心献上。